Hello，大家好。就是刚才吧，就是这两天我不是在户地拦小苗吗？就是在店里边给大家摘，那个摘的非常热闹哈。我就录视频发到网上去了。我意思就是通过这种形式，我给那个网友，我在店里摘的时候，告诉那个我的花友们怎么养。完，我又把它录成视频发到网上去了。网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学到这个蝴蝶兰怎么养哈。你发的挺热闹哈，大伙都很喜欢。刚才我就发走了2单，一个是那个。山西的那个张桂梅姐妹，一个是那个婚姻的小姐妹，我们刚通过电话，我通过视频，的形式让他们自己挑苗，他们自己挑，每个人挑了9颗，也很快我就是，就在我身后，对面就是那个快递，我直接就给他们发走了，那个还有2个小姐妹，我们现在在唠呢哈，她说要几颗苗，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这小苗的话，就是赶紧跟我联系哈，朝我要微信号。完了，我就保温就好像是运费是10块钱，他们说一整就包邮包邮的那种，我没找着那样的快递，就是如果那个以后我找一找看有没有这非常便宜的快递，它这个运费是10块钱，每一份不超过1公斤就10块钱，不超过1公斤就10块钱的话，这样式的，你看它9颗小苗，一颗小苗就1块多钱的运费哈。网友们如果要是需要的话哈，想要那个蝴蝶兰小苗的话。就该抓紧联系我啊！他这批的苗质量都挺好，完了你们自己那个，我给你视频自己挑，或者让我给你挑都行哈。你看刚才我给那2个姐妹发的那2单，我都录了视频啊。完了你们看一看啊，他们挑的苗，他们都自己视频，跟我视频挑的苗，这是，山西的一小姐妹要发那个9颗苗，你看这苗情。有的那个网友说不知道苗情什么样，看这苗情都这么好啊！看这是那个粉色的那个大花的，他要了3颗这个，完了要了6颗，要了6颗这粉的，红的就是大辣椒。这苗情都这么好啊，都跟我在那个店里边那个给那个顾客摘的是一样的。你看这是6颗，他准备发9颗，我现在就给他打包啊。刚才有一个网友说的，不知道苗情什么样。你看苗情都是这样式，都这么好啊。好多网友说是要那个喜欢我在这个，喜欢我那个给顾客栽这个小苗你们要喜欢就赶紧下单啊。还有，你们没说吗？我发的还比较多，发了300颗，这两天栽了有差不多栽了有一半了吧。但是还都能挑出来，你看苗都这么好。你看我这是刚才搁外边给姐姐挑的，给这位那个山西的姐姐，她要9颗。其他网友要是要呢，完了就是抓紧啊，抓紧跟我下单，下单我就是今天这不清明那个也忙的差不多了，完了我就有时间，给大家就是把这个苗那个邮寄过去哈，大家就是那啥吧，要的话就抓紧，好多人抄我要加我微信了，完我就给他们微信号都给他们了，给你们了，完了你们要就抓紧，我就给你们邮过去。好像运费是10块钱，他说如果是30件吧，就可以减到那个9块或者是8块，但是咱们好像一时凑不够30件哈，凑不够30件这样式的，要是要的话，你最好多发两颗，多发两颗就是，你看他这九颗运费才合1块多钱。一颗苗才合1块多钱，多发几颗完咱还是值哈，因为这苗也很小的，不是也本来5块钱也不贵。刚一发苗来的时候，他是用报纸给我包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那个姐姐说让我用胶带绑住那个营养钵，我觉得还是不用报纸包，用报纸包还是稳。我当时发货来的时候，他就用报纸给我包的，我还是用报纸给包吧。这样不就可以吗？
这样你看是不是应该没问题了？整个小点的香挤着，就是它香倒来倒过来倒过去，应该都没问题。三颗，咱们三颗给它绑一个，三颗绑一个。看这么事儿的叶子一个也伤不到，这是山西的那个张桂梅姐妹，她要了九颗，她一开始说要六颗，后来我说咱们左六也是掏10块钱运费，完了就多发几颗，这样是咱们那个运费还能够一够哈。但是他们一整花3-5块钱就是包邮的那种，他是怎么包邮？我就弄不明白，他那是怎么，他的运费是怎么算呢？这运费这块，等以后咱要是真要是发苗啥的量大的话，咱真得研究研究快递这一块，是不是？网友们那个知道吗？怎么邮寄这种小苗？那个找什么样的快递比较便宜？大家知道的话可以私信或者是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我现在这不是三包吗？九颗，我现在就拿到快递那儿去发去，让它一个小点香，就是最好挤着点，别挤太狠喽，再塞点别的报纸，完了那个叫它那个，我估计发应该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刚才这是我跟那个张桂梅那个姐妹，我俩视频，她在我那个装蝴蝶兰那个席子里边挑的，我俩视频她挑的苗，都是她自己挑的。到快递这儿来找了这么个长箱，完了就放在箱里头，来放吧，那谁小伙子，哎，他说竖着放两个，哎，那是倒过来，这面是啥？啊，对，这面是。他一快递一走出来就不分上下了。啊，不分上下了哈，那也行哈，这也伤不着哈。挺大的一个。哎，不是，倒过来，倒过来，你把这那个啥。哦，这个是根儿。苗。花苗，这长点放的，重新拿下，把这短的放上面横着。那个，哎，对，那个搁底下，高一点的。7点多你家就放苗子。好了，哎，这么说。没留药了。这么说就可以了，你看，长着放两个，你看这基本上塞满了，你看。就是横竖，应该横竖都没事了哈。是。嗯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那谁，快点，姑娘给我这发了。你看是不是就这样似的，横着放，竖着放两个，横着放一个，这正好。你这玩意儿给你搁泡沫箱不行吗？啊，泡沫有小的吗？有。啊，行，等我下次发的时候，你给我发一个泡沫箱，这都这么装的，我看挺好的。它就是翻了滚了，咱也不怕了哈。对。嗯。我把地址发给你，我把地址给你吧哈。微信吗？啊，有我微信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咱俩。这啥是花啊？对花。还，就是刚才你看我不发走了9颗吗？完了一个，刚才这是一个叫那个猫头鹰的那个网友又要9颗，他是黄的要3颗，粉的要3颗，红的要3颗，要9颗。完了他还没告诉我他的地址是哪儿呢？我刚才那是山西的，这个猫头鹰这个小姐妹，我俩刚视完频，用视频挑的啊，我拿着手机视频，他俩挑的。这9颗苗都是他自己挑的，你看这是3颗是红的，完了这3颗是那个粉的，哎呀，这粉的快没了，这个大叶儿这个，完了这3颗是那个黄的嘛，看，都挺好的小苗，苗情都非常好。完了这样式的，我还是像那样式，刚才那个很快就发走了，这么快，因为我家对个就是那啥，我这眼瞅着呢就能瞅见他家那个门市，完了我这个还是用的报纸打包完了。完了还给他又再发一份，这么快哈，我的速度快吧，网友们，好了，我现在就给打包。你看这3颗，应该非常快，这叶子顺一顺，完了就不伤这叶。其实现在是哈，
这网络时代，这是把快递给成全了哈。快递确实也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太大的便利了，真好。这小姐妹也爽快，咔咔就挑出来了，咔咔的就挑出来了。其实喜欢的网友就赶紧给我私信啊，看看这东西一包，你看看这根儿，这我用胶带，哎，哎呀。能这么一包，这花基本没有什么伤害，看叶子都包在这里头，完了稍微小一点的那个箱一挤，嗯，这个挺好的，看真是感谢网络时代呀，我们跟花友能够成为朋友，我的好的养花的经验就通过网络传给喜欢花的朋友，多好啊，多好的时代。哎，看，这不是又一包，其实用小点箱一挤应该啥问题没，就是这个叶子稍微长一点，对，来的时候他就用包纸这么个包的，我觉得这么包比那个咱们包那个营养波单包营养波要好，看叶在这儿呢，好了，用完了，咱就再去发去，快不快？真方便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怎么放行？你怎么放呢？哎，你用行吗？哎，真行哈！哎，用点报纸挤上吧。用点，你再给我搁点报纸啥挤上，那谁？嗯，再稍微点软的东西挤上就行了。哎，对，一会儿还有下单的呢。一会儿没事，你可以整完了啊，你一准来，你不用一团上跑。不是他这个着急，人家给我转。不是，咱俩不有微信了吗？啊，你整完以后你就把地址给我啊，然后你分好，搁塑料袋装好，写上字儿。啊，哎，你去取去。对，到那或者等我去取去，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个点儿，今天都走不了了。啊啊。然后你就不用着急了，你给我送来也没用，也是给我家搁着。啊，行。折腾你。那明天指定走吧。对，明天肯定走。啊，那就行。每天晚上之前给我送来。啊，行，好了。然后你就搁个小袋儿。嗯，行。裹好了，一袋一袋写上名。啊，那行，好了，嗯，好了，嗯。或者是你家有那种合适的小盒，你也给它装上。嗯，好了。完了，你封我把地址转你啊，嗯，看这么很快就封上了，多好啊！